好吃的冰。这是什么？冰棒。对哟、哦，这是什么？冰棒果的。嗯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冰。开得开吗？好像打开。打不开。合作，你拉那边吧。它是要拉还是要转呢、啊？很冰哎。是转吗？是吧？嗯。我多。好，给弟弟上面。下次给你。好冰哦。有吃到吗？有啊。什么？西瓜口味的，冰瓜格子。我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是西瓜吧？给我看一下袋子。对了，西瓜味的，西瓜味的冰棒 ，watermelon。water， 这西瓜就是 watermelon。对，西瓜就是 watermelon。哥哥太冰拿不住。草莓是 watermelon 吗？草莓是 strawberry。你太冰就放在盘子上休息一下，是吗？太冰了吗？还是要拿卫生纸，拿卫生纸包好了。快点给我。这个有用吗？塑胶袋有用吗？塑胶袋用可大了，完全不冰了，用塑胶袋。啊，我知道弟弟为什么不怕冰了，因为弟弟下面刚好有一个地方是可以捏的，那个盖。我的没有。那个头刚好可以捏。这里也可以。嗯，我们小时候也有这种，把它上面拔下来吃的这种西西冰。Watermelon， 对，我们在吃什么冰？西瓜口味的冰。对 ，Watermelon 冰。我们在吃 Watermelon 冰。就是西瓜口味的冰，弟弟说的很对哦。Watermelon 的冰。对 ，Watermelon 的冰，什么声音？讨厌讨厌的声音。救护车来了。对。好吃吗？像那个。好吃哦。像那个。像什么？像那个。那个。像那个，想不出来。像那个大那个大什么？大什么？像那个。东东，你这个不要拿歪歪的，拿正正的，然后它会滴下来。要挤对你的嘴巴，挤到你的嘴巴里。对对，好，放在嘴巴里挤，对，它就会跑到嘴巴里。哦，哥哥很厉害哦，哥哥已经上面已经消掉了。哦，我听到了，吃到了，哇塞，没了。哎，彤彤吃到了，对不对？好像哥哥不需要，对不对？我去拿一个，我滴了，好，去拿一个手帕，我拿一个手帕。先这样子，来到这边，我去拿手帕。我们他说叫你快点，好，快点。